OK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怪溜溜。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是全景运动相机，Insta 360 ONE R 和 GoPro Max。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啊，我先讲一下它们的价格。ONE R 全景版的价格是2799块，然后 Max 的价格是3990块，差不多这两个的差价在1200块左右。我拿到这两个相机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，对于一个摩托车 Vlogger 来讲，怎样一个全景相机才能够满足我的拍摄。首先啊，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画质。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 ONE R 和 MAX 其实画质的差距不大，但是两个相机的颜色风格却很不一样。这个就见仁见智了，对吧？在暗光情况下， MAX 的画质略好， ONE R 的噪点严重，但是 MAX 的抖动和拖影处理的不是特别好。ONE R 牺牲了画质，但保证了稳定。我个人觉得相机先要保证拍的东西，然后再说画质的事情，对不对？ONE R 相较于上一代 ONE X 来讲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现在收音的效果至少能够勉强能用，但 MAX 的话在收音上已经做到了还不错的状态。这一点格外的牛皮。续航能力的话，毋庸置疑 MAX 要厉害的很多。在长录制的状态下， ONE R 在25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机器过热无法录制的现象。不过两台机器的续航表现我都挺满意的，因为长时间录制的话基本不会出现在我身上。我觉得
带两块电池的话，基本够拍一天的素材。Max 我预估能连续录制一个半小时吧。YR 的话，我估计能录50分钟左右吧。有一点我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 GoPro Max 啊，这么有质感的一个机器，你就这么草率的拿一个这个布袋子来保护它吗？不应该找一个什么套子之类的，对吧？还有这个保护盖，这保护盖是个什么意思？是个鱼泡吗？真的实在是太丑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，那就是操作起来的便携性。你看啊，现在 GoPro 是直接摁一下就能开机，但是 Insta 的话必须要摁一下，它先开机，然后再摁一下，它才能够录制。但是 GoPro 的话按一下就可以。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原来在 YX 上面直接长按的话也可以直接录制，知道为什么 YR 上面把这个功能给取消了。你看，明显 Max 的关机速度要快一些，然后 YR 还在保存中。还没好，一个11分钟的素材啊。OK， 它关上了。Insta 现在最该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个收音的问题，就是不管是官方出还是第三方出，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，比如说这贴个什么海绵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把麦克风这个地方挡一挡啊，把收音的问题给解决了，我觉得这个机器就很不错了，真的。